哎，你还有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空间啊，是民进党的这个大楼的八楼。我走进来的时候，我是百感交集，因为在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我担任党主席，那时候党的财务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维持3层楼。那我们只好把第八楼退还给我们的房东，那所有的我们的单位就挤在第九楼跟第十楼。那么一直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财务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八楼承租下来。那么在我们把八楼再承租下来之后啊，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个民进党要怎么样利用这个空间。我们改造了这个空间，那我们也重新的定义了民进党未来的方向。我们把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政策会，让我们的智库能够进驻在这里。那么由我们的智库跟我们的政策会，那么集结了很多的社会的力量，跟我们的很多的学者专家，那么重新塑造了民进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所应该有的智库跟政策的思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让民进党有了一个思考国家大政、规划国家的蓝图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是觉得感觉有一个百感交集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我这个是不顾北京的反对来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哦。不过对我来说，我来登记是因为我知道民进党需要我，台湾也需要我，我也愿意再一次承担台湾下一个阶段的责任，所以我今天选择来这里登记我们总统的初选。那么担任台湾的总统啊，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外面有压力、有危险、内部有挑战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必须要在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的国际的连结，我们必须要跟其他友好的国家或者是理念相同的国家能够做最好的连结，能够分享价值，也同时可以来捍卫我们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总统熟悉国际事务，懂得跟国际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团体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民意代表能够互动，而且能够做折冲。那这个是一个做总统在连结国际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作为台湾总统的第二个条件，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台湾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过去的执政者很多都选择回避这些问题或者是拖延这些问题，执政者其实必须挑起责任，开始处理这些长久以来让台湾的社会不能前进的这些问题。但是处理这些问题，也就是改革的问题，是一定会造成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不习惯，甚至于反对，或者是既有的利益者的反扑。那么这个过程，领导者必须要承受压力，甚至于要承受很多的攻击，也必须要不计毁誉，那么持续的勇敢的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走。那么作为台湾的总统的第三个条件，那就是这个总统不只是明星球员，这个总统还要是一个好队长，他必须挑起所有的责任，即便是柴米油盐都是总统要去挑起责任处理的事情。所以这个总统必须是勇于承担，也勇于
挑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对台湾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团结民进党，而且能够集结更多的理念相同的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支撑我们的理想，共同支撑我们国家的大政的执行。那我相信这三个条件，以我来看的答案就是蔡英文。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来登记总统的初选，准备承担起我们下一个阶段国家的任务。谢谢。因为赖院长哦，是我任命担任最久的院长哈、哦。我相信感到意外的大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哈、哦。那在补选完了以后，我们全党上下准备要迎接下一个挑战的时候哦，那发生这件事情确实跟很多的我们党的支持者，跟我们的党员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做总统的就是要接受挑战啊，那也必须要去面对处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韩市长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施政上哈。那尤其是赶快把办公室还给他的海洋局。至于就是说这个选举这个初选后哦，会有什么样的情势的发展，现在都言之过早了。这个协调的机制跟协调的时程，这都由党中央来决定嘛哈。我是球员，也不是裁判，也不是这些制度的制作者。初选的时间不长哦，他应该多利用一些时间啊、向社会说明他参选的道理嘛哈。那做总统的每一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处理国家的政务嘛哈、哦。那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哦，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处理政务的同时，也要面对初选的挑战。对总统来讲，这种是一个负重的赛跑嘛。此时此刻我就是要拼到底，拼到赢嘛哈、哦。那2020。蔡英文要胜选嘛，就这样。我想这个方向不会有人反对的了哈。重点在于是说，不能够以国家的主权为代价，这才是重点嘛。